在埔主市公所合作之下，台中家和工业协会第一遍来到埔主办理爱心关怀活动。埔主市长吴品瑞真感谢协会选择来埔主市发放物资和关怀金，相信在协会合作之下，会当帮助真侪边缘户，互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非常开心，也很感动，家福就是公益协会今天可以来到我们埔子市公所前面这个地方，然后发放物资给我们埔子在地很需要这些帮助的人。那今天真的非常冷，所以真的再次感谢你们来这个地方。那希望以后有机会，大家以后常联络，然后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比如说联系啊，然后有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或者是我们需要大家帮忙的，我们就互相做一个结合。然后大家身体健康，身体最健康最重要，尤其在这个防疫期间，大家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我们才能帮助更多的人。这次台中家和工业协会特别来埔主关怀弱势家庭，不但是提供价值1200元的民生物资之外，马上关怀金3000元合作经济边缘户，总共有60户的家庭受惠。记者黄佩佳采访报道。